四个，可以留下。六个拳，西西，西卡，西道，关上，关上。西卡起来。哎。西西，他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啊、你他滑嘛，你看撑得很开，你的，这个，有的他就小鸡腿，对，撑不住他就干脆不撑了，趴在那里。吃的多好，你别动，别动。西卡 ，no， 真有秩序。你要这样，我就这样了哦 ，sorry 了哦。你这个吃的好快呀、啊。他俩呆弟在楼上看热闹呢，你赶紧过来管杰西呀、啊！我管他，已经绑上了。我这个要吃完了，绑上也能够走，这个位置不好位置，不够长。boy boy 就不要是吧？去找呆弟去。Good boy。找呆弟 ，boy 最乖了啊、哦！江红，你管一管下来，快点。我吃完了那、这个，吃完了。你看看，哎呀哎呀，江红，第一名，杰西的眼睛，往哪儿走啊？完了，开始袭击别人的了。哎，行，杰西，你都吃过了啦，忘了，先忘了。这边，等一下，多吃，有你。这样说他，哎，这还有，哎呦，搞得跟皮鞭似的那个，弄得还蛮吓人的，就，然后那个叔叔的装束又比较休闲，整的挺搞笑的，刚刚那一幕，管一管，宝宝，哎呀，你干啥呢？他一个，这不行，两个打交叉。这个不行了，这个要是着了，搞怎么拿走？得了，这个干嘛了？这个有点闹事。麻烦了。晚上这顿多吃点行，然后这一晚上扛饿。对，扛饿。这还有，总是有人那个，一个是晚吃，一个是多吃晚上。这不长肉吗？好肥啊！要不然晚上，不然他晚上饿了叫唤也不好。对，有的时候他就对呀，这个长。好像还不是很好，哎呀，对吧？明明是有很大力的狗粮，看不到一下。应该是，它现在还小，闻不到吗？人家才四周大，鼻子比人长嘛，那个眼视线给鼻子遮住了吧？越在底下的越看不见，可能远一点就能看。德国人的小朋友是不是都挺可怜的？这个地方有个蚊子啊。小 boy 吧，小 boy 吃点呗。小 boy， 他就要玩。小 boy， 他就吃东西就不好好吃，到晚上他叫唤你，是不是饿了？来，低头弯。他这玩儿，他喜欢。哎，小 boy， 这里，吃着头。这吃的不小了，这小弟弟的长得真的不错。这小肥。他喜欢在寻找，来，寻找。谁还想吃？谁还想吃就吃。来，这边，给这个吧。OK。这个有点 lost。来，这个，他通常都是每次都是收尾，能找到很多东西。哇，这个，这个。不怕艰辛。他每次都是收个收尾不是大伯的吗？三个下尾啊！现在轮不到 boy 收尾了。我现在真能吃啊你！好了，行了。弟弟妈妈，要把它围住，不然它进来。没事，没了，它只能来舔舔。弟弟妈
羊迪迪吗？迪迪来刷碗来了。迪迪现在食欲特别大，是吧？嗯。太夸张了，一个晚上五万五。